来新闻看日记，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，最近天气真的是热到受不了，来点别出心裁的特色冰品吧。在日本大阪就有一间创意冷饮店卖起了冰冻爆米花。店员将五颜六色的爆米花倒进铁盆里，随后拿起旁边冒着烟的水壶一倒，爆米花瞬间被浓浓烟雾包围，用铲子搅一搅，可以听到咔啦咔啦的清脆声响。就这样，一杯香甜冰凉的冰冻爆米花就大功告成。口の中に入れたらひんやりして、なんか蒸発溶けていくような感じで、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。刚起锅的爆米花才放了几秒钟，杯子外侧就结了一层霜。原来水壶里装的是零下200度的液态氮，可以将爆米花瞬间冰冻。日本大阪这家冷饮店发挥创意，让爆米花也能摇身一变，成为清爽酥脆的消暑圣品，每天热销几百杯。150名，売り上げで10万ちょい。冰冻爆米花不但口感独特，缤纷的色彩跟壮观的制作过程，更吸引大批民众前来拍照打卡，成为今年盛夏最热门的网红美食。